这饭今天真的是没法吃了。香菜刚刚浇了点水，里面长了好多的草呀，把这个草给拔一拔。我回来了，饭做好了没？啊、哦，回来了啊！好好好，我马上去做啊！快点，我饿了。好了没？我快饿死了，快点的，一天的干活慢悠的。这是啥？什么意思？馒头吗？你是上过来了，就这样端过来了？一天天的，菜呢？汤呢？来了，菜来了。这是啥？青椒炒肉呀。这么大、啊、
应该买头猪，直接不用杀，直接炒炒就可以了。这是啥？炖豆角。你是不是就会炒两个菜？每天炖豆角，不是炖豆角就是炒土豆，不是炒土豆就是炖豆角。丝瓜汤。这是啥来嘛？喝不溜秋的。丝瓜鸡蛋汤呀。这么多鸡蛋？不知道鸡蛋最近贵了啊？一点也不会过日子。这饭今天真的是没法吃了。做半天饭，一天咸了淡了黑了白了，那是事儿。咸大咸小，哼，鸡蛋贵鸡蛋贵，你没见你少吃。不能惯着他，肉大咋了？肉大才吃得香。嗨，艾姐，我在这里闻见你的饭菜香了，快来把门打开。啥？门开着了，赶紧给我滚回来吧！丢人现眼的。二姐，二姐做的饭就是好吃。闭嘴吧，赶快吃。饭都好吃。